今天我们要进去汉中，有时候的油草有没有进空？因为如果不进去持续在监督的话，他们可能会再偷开起来再偷用。因为一些油草呢，不是工厂区啊，工厂区在的是讲有噪音啊，有烟囱，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有马达，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些油管的输送呢，啊，都一定要进去。要经济检查才可以了解他们有没有在用啊呢齁。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最主要是要经济看油草有没有进空的任务了齁。好，我们先进，我们先进。来，先坏，先坏啊，先坏，先坏。来，我们先进，可以进来。好，各位长，各位乡亲，那个往这里有位置可以坐，各位请入座。装这以前在输送汽柴油，汽柴油，还有一些燃料油，航空用油，就是这个我们中南部的民生用油、国防用油，还有工业用油，拢比较做输流。那么伫涨的时阵，我拢停掉的时阵，我加大概。在来不及吼往下游送的时候，还够有一挂存留。哦，我讲还够有一挂存留。目前有迄个十九卡有油。是写迁走，不是停工哎、欸。所以我们今天进来发觉所有的设备都在，你即使你都没有动，这也是违反承诺。你是迁走，不是停工。对，但是是迁走。那今天我们来。你连个说好，你今天要先跟我们道歉说，说你还来不及迁走，你错了。好，那你错了，你的补救措施是什么？你迁走的时刻表怎样？清清楚楚列出来啊，跟圈要拉出来啊，对不对？要不然这样讨论会议，等于是你在因为我们来了，又我们就走了，好像又无视了。你们继续，什么时候那个开关要再打开，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法的诚意啊。家属人在看，你最基本的。大大小小的工程，是要表列出来。你是爱向后个人交代，你唔是向市政府，市政府你去游说，迄种造代志。我知。你敢找市政府？你将来你敢要甲后个报告讲我的详细计划是安怎？是。你包括之前个委员来召开召开会，恁敢通召开啊？恁根本无甲后个当作一回事啊！我甲过来讲一遍。时间表，看你当时要讲排出来，吼、哦，啊，剩咧拢唔免讲啊。增加时段吼，我奥运部分就是咱疗愈部分，顶头拢有编号，吼、哦，几号是啥物座，吼、哦，伊咱疗愈部分，我一个月来人工拍开起来，吼，咱大家乡亲来感情。啊，地油的部分，我拍甲了以后，我希望我这个油气回收的时间，差不多爱抓较长啦，油气回收这部分，看差不多油气回收甲了。无即个尾药丝的问题，对于人体身体无影响，佮对迄个空气品质无影响的即个情形下，我来估即个时间。去查个部分。啊，今仔日我有看环保局有也来关心即件代志。我环保局有也有来吼，我来看相关的法规，因为即摆我今仔开始无去教啊嘛吼，我要做个遮工课，我来甲环保局报告，吼，看要安怎进行。啊，我学语的部分，佮咱聊语的部分。哦，这部分较无即个易酸性气体的问题，我一个月来拍了，个人感觉。个人感觉几啊期，我等伊。一礼拜第就是讲，恁拄今仔去的一礼拜，这一礼拜恁做甚物工作？一二三，对，那就从四号开始算，是不是这样？不，从今天开始算嘛。你们一个对，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那你们一个礼拜内到底你们做了哪些事情？一二三都要滚的。休困，加班休困，要趁钱加班咧休困。这一个礼拜，你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有点轮到，今麦开始，不是你们其实那些本来就是你们在计划嘛。今天只是告诉你们，恁计划出来按怎样三回拢来基金会啊，啊报告完怎？那个时间表，你们这些本来就是应该有的东西。对，你们就是要来报告。我知道，现在就是走到这样子的阶段，我们来弥补后面的，我们就把它规划着看怎么样要。你只不过心态要求。我这等下，如果这媒体记者知影，今天拜后就是有只大家人拢主动来基金会，过来看恁客出来物件。这是哎，等下先再讲好势。今天拜了，讲好势。啊，谈到拢伫。这个回收表。回收表。啊，当时要搞人孔打开的时间表。人孔打开表。哎，这拢都爱客出来嘛。主要是三点吗？嘿，阿个八卦，八卦油，整治计划，八卦油草被拆除的计划，拢爱啊。
整治计划是整治计划干啥？干啥？干啥？拆除计划。设备。哦，拆除。拆除啊！拆除伊不是爱计划，袂当好无限期的。啊，拆除计划干啥？干啥？干啥？拆除计划。设备。哦，拆除。拆除伊不是爱计划，袂当好好无限期的啊！伊袂当讲五十年还要拆啊！所以说。正规点嘛，恁搁咧计划啦，规点嘛。好，先我讲一下。现在这个就是单管家环保专家嘛，准备好个水送去环保局嘛。我澄清啦吼，我个搭报告拢嘛有拍算，就 OK 个。但是讲，伊讲要去讲，咱主要是听，确定讲，阮这药还袂经过地方只个沟通时个方式做，阮袂用啦，这拍算个问题。你讲以后，你要什么？等于你需要你可以刚刚去告诉这些公司是问题，也在叫这里面是政策性的问题，伊爱报告有伊超过伊啊，有阵支持到要报告出来。啊，既然重点讲未当用，恁阿未大家阿未协商了，无共识是未当用。查掉。这个吴总，我来查掉，吴总。你今日去被拍出去，跟你公司政策无关系。我再拍出拍进来，我本身原先嘛拍出去，爱拍出拍出。啊！你讲三工，你讲要拍三工，你当时讲三工啊，你当时现场讲三工啊。你讲问，阮解问讲，你十几公要十万外公要拍十万公，你讲三工下当拍开了，你讲无操作许可，我来操作许可，这看不够我两千。我知，有有啊，我知。这出来你先拍出这免许可嘛，对无？对无？啊！我嘛是忙，下当拍出去啊，我讲真个啦。啊！你拄仔我来先问看你外一点来，我来问看你外当时要拍出去啊。你来，啊！我讲所谓迄个。农村恁的意见，哦，我都无欢迎吼。我先报告一下吼，计划书我拄只问今仔日就要送出，啊，咱计划书送去环保局，就是看环保局当时，哦，会当，会比早会当定准，哦，伊讲有一个问定准，了咱就先拍。啊，剩咧遐个地，比如讲，哦，内底讲迄个要拍南康这个代志，我是接到，因为我是接到顶头讲这项。这顶头不是安尼吼，所以你这几分钟也袂当对这问题来回答嘛。啊，所以我也超出我的权限。哦，但是伫迄、那个当时拍工，我今仔送出去，啊，伊若随发，那比如讲三工咧核准下来，我就随发出。哦，这是我会当，这件会当做。啊，剩咧已经逾越我的权限啦。啊，剩咧迄、那个。你今仔当送？啊，会当送？我今仔会当送。哦，迄、那个。我本来我今仔无爱来，我已经下头来看恁的计划书是安怎。恁你讲进来底，你伊讲拜下顶礼拜拜下再来。我讲是，我讲啥物代志？无啦，我顶礼拜你讲讲袂来，我就是甲你补充者，要叫恁来讲这边的计划书写写。恁来底计划看当时要持有，当时要签收呢？煞今仔煞过来遮煞面。我拄仔有吼，咱主席吼一份文件吼，那也给那个副总一份文件吼。这个文件不是我写吼，是迄天咱找伊迄天做伙去中游的时阵，一个咱后面的少年人吼，黄先生吼，伊准备的吼。啊，伊给我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啥物？伊是希望讲，因为今日无法度来吼，伊拜托我来给伊到看讲咱中游是有搞啥物文件吼。我想一份文件吼，很简单的吼，就是告诉大家。你现在剩下什么？你什么时候要处理到什么程度？你有哪一些是有困难的？有哪些是可以比较快拆迁？有哪些是要当这个拍档不下被去别？那哪一个油槽？比如说第一座油槽有什么问题？你是黑油还是白油？那一天崔一刚跟我清楚，我记得那一天好几个媒体朋友要问到底你们现在剩多少黑油多少白油，然后一张 A4 纸小小张的根本看不清楚，然后。讨论了很久，才终于搞清楚几座黑油，几座白油，所以代表那一天都没有准备好。结果我没有想到，今天看起来跟那一天好像差不多，也没有任何的文件，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现在那些油槽你们处理的最后决定怎么样。哦，那卖讲这第二题嘛，我后礼拜好，后礼拜好。
后礼拜也无要紧，吼，你讲后礼拜无要紧，吼。啊，但是咱是讲，事实上也卖只讲选举，选举甲咱生产有啥关系？甲你无关系，不是啦，这是啥关系？那就无影响啦，没有关系啦。后礼拜是，吼，啊，你到后礼拜啦，吼，后礼拜当时就是去恁讲一下，无要紧，你。赶快拜啦！赶快拜啦！要搁拖偌久啊？我下拄好甲你讲，唔通师傅忙过啊，袂当互恁老就是袂啦，恁唔通当只家己啊烧，恁要搁照高速公路去用咧遐多啊，输海啊趁钱啊！四姐，我讲你啦，你后尾拜啦吼，上简单咯，物件恁若看不够啊，恁就开门来啦，啊，我接我讲出上简单咧，后尾拜是最后期限，你若是讲要关下讲，要老的，安尼同恁来讲啊。我摆保证，阮绝对用命甲你配。啊，你唔免讲，前下讲伫庆功后面伊经营，绝对用命甲你配。我讲，你在当时个什么？这句话你好记个，吼、哦。哎吼，你协商的若无后进人后面人若无管理，要贴钱嘛？伫后尾摆啦。十点来吃，啊，若无予说明这的一个吼、哦、信息，就是公民不服从来贴钱啊！哎，代替这些代艺术没有做的老百姓老百姓家己本身来这边公务，所以我连刚来八章我就甲你讲啊，公务执行中的八章。啊，甲车的公务执行中的车放在车顶。所以下礼拜他们要来，他们要带什么过来？他们带计划书过来，什么时候签，什么时候哈、哦，什么时候要油草搓干净。哦，他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然后不满意就去到西门去扯脚。Thank you.